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嗯，学的啥呀？没眼睛玩落手，你看他死了，他点我。你说你点我干啥？跟我有啥关系？这波先不打了，收一下。不行，这波不能让他拉了，让他拉我们血会掉的更多。先扣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 A，A 接 W， 平 A 接双扣。落手挺多呀，啊，落手挺多呀，把把落手，决定了今天玩一天猴，我才他妈谁敢玩落手。扣错人了，哎呦啊，致命点烟，你有疾跑，我有点烟。吃一波塔皮，
生气。下回像这种情况就不买药了，买药好亏呀。但其实买那个药吧，就相当于体检一样，有可能你用一个药，对面打野来了，哎，你能杀他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对，万一我来个打野，我有一瓶药把他反杀了。保险呢、啊、保险。头发球拉我。这波确实是一点傻逼。咋这么幼呢？哎呀，等个大招跟他拼好了，妈的没忍住你知道吧。因为他技能教的有点傻逼。我应该这么傻逼教技能，我直接把他杀了试一试。这不够稳健你知道吗？我们等大招他是必死无疑的，他怎么玩他怎么死。不行，不能给他们机会。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，我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。这波只能说是俺们科学养一波猪，养一波猪，养波猪，吃点饭。谢谢小王，不要非礼我。等一等，你跟谁俩？嗯，我允许你跟我打，我允许了吗？你跟谁打呢？膨胀了，敢跟我拼了，再见。敢问问土地老二，猴的大就是太慢了。他如果再减20秒 CD， 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英雄在上路的地位就会非常的高了。也不用减20秒，就跟武器大师大招一样就行。嗯，是我躺。哟，跑的倒挺快啊。你跟我打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吃我一血塔。真膈应人呢。把我一血塔给我吃掉了。少了我200块钱。其实刚才闪现都不用交的，正常。不自信了，兄弟们，刚才这一波。当然，这属于是稳健，你知道吗？这属于稳健打法。掉蛋，
再见。西地海。打个红，这波落手百分之百往下走啊，他肯定要往中路走啊，要跟这小驴人玩一会儿，来我们也往中路走，别杀这螳螂吧。他们家艾克人呢？来呗，无所谓啊，他还能秒了我呀，我都让他来，你看他敢不敢来，还不去跟蓝枪去打去了吗？这你在干什么？人有点多，先溜一声。头发球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。这把我跟你们说，出什么装备可以无敌？先出一个收集者，再出一个玩家，直接无敌。小驴人哪有虚区，送是吧？果然043是打不过2-7的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去下路团一波。螳螂上哪去了？啊，这儿呢，螳螂。飞呀，往哪飞？他要起飞。艾克是不是过来了？我跳弹，杀个鸡吧！哈喽，一只咪，你咋的呀？你无敌了是吧？你他妈的，你咋那么狠呢？不应该骂人的呀，但是太气人了，这洛克萨斯之手太装备了，一个破2-8的给我们家晃晃晃晃晃晃，接着晃，感觉自己是有点无敌了是不是？出个搜集者，还说有人骂他，那不行，那太没素质了，那不气急败坏了吗？这不行啊！我并不是想让你们去骂人去，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但他吧，其实并不能听见，也不能看见。
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并没有伤害到他，明白？别杀他杀米拉，跑的真快呀，这艾克。往这儿来来，好 Q， 爷爷 W A 接传 Q 平 A。先杀的螳螂，螳螂有孤立无援。哎呦，我没五杀。尾了。我说个什么，我说从刚才那个地方那个时间开始我再也不会死一把。我说什么来着，没死吧？卡自己，把小龙拿了。沙米拉，干哈呢？沙米拉，你咋的呀？啊，你咋的呀？我杀十五个，你不得给我点面子啊？好 Q。哎，我莫敢了，可以啊，莫敢了。我杀十五个你都不给我面子，还敢瞪我？我今天不治治你。好射，射甲猴，那里有眼儿，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这里敢没有眼儿，你们不全死了吗？啊！杀米拉。把这落手给我杀了，我得吸点血。哎呦，这把的落手之所以能在团战之中扛下来一秒钟，我跟你们说，还是因为队友的伤害不足，他们的伤害太低了。这发育都不太行。最后我们来个黑靴吧。小驴人出的啥？出的面具。他出什么？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随便出。
可以去打大龙，我们去拆下路。下把来把克烈吧，没见你玩过，不会玩的英雄吗？没见过玩，那就说明是不会玩。当然也有啊，也有我私藏已久的英雄，比如说乌吉尔。把下路拆了，剩下的就看队友了。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。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？为什么敢守我的塔，小伙子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护甲有点高？艾克的虚区，其实他都没打着我多少，但是就是有点疼。我刚才的血量是。大概是一半血吧，我刚才有应该能有个将近1000滴血，我估计。但是打我还是好疼。没魔抗归没魔抗，他装备也不好啊，他就一件装备。他一共就一件装备。换个水银还行，换个水银还算了，先换个草还。喂，啊，这回能听见。换个草鞋，俺们有捡西地，并且黑切有破甲呀。先去打个蛤蟆。回家出个水银还，水银之靴。我们要是一直玩猴，会有一个英雄是很难打的。这个英雄的名字叫做俄洛伊。办了，办了的话，石头人办不了。这蓝枪不准备，你说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，你咋不把中路拆了呢？你说中路就一身血，莫干拉把它拆了，莫干拉。打个大龙去吧，走。为什么一直扮石头人？因为石头人有空打不死。
还烦。咋的呀？咋的呀？和血战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这弱手老不怕我呢？凭什么？我是杀的人少了，还是我长得不好看？我猜。好 Q， 直接把他秒了，杀个螳螂。